讲了好。小鱼啊，有一件代志吼，我想要找你斗三工呢。什么代志？你讲。我想讲咱同学都遮久啊，唔知影，就是我的迄公车的月票卡无去啊。哈，哪会安尼？安尼你要安怎转去？所以我即马身躯也无一通好买，我唔敢互阮厝内面的人知影，所以你会当先借我3万块无？3万块。好。为着3万块，对啦，你看啦，我惊到安怎，惊到讲唔对去啦。3万块会使买飞轮机票呢？不是啦，不是3万块啦，3000块啦。啊，就是我唔敢，互阮妈妈知影，讲我迄月票拍无去呀。啊，无回去的时阵，伊若是知影，伊一定会甲我迄落扒皮啊，扒甲那六皮六骨的啦。哦，真可怜哦。安尼我看卖一下哦。我无3000块，啊，不过我有。1000块，我本来有2000块变1000块，太水呢，1000块刚好够。我哎，本来是2000块，我唔知啊，太水啦，2000块啦。小卢，你是即马是咧变魔术喎啦？我即马无心情咧甲你变魔术啊啦。好，你莫笑啦。好啦，感谢啦，2000块，1000块，我请来去甲别人撞啦。啊，无只佫有这。悠游卡会使让你坐车，啊你别安尼搞唔搞？我保练走路转去就好。你够有保练的车哦？保练就是两支车，两支。啊你别骑转去哦？系啊，因为阮厝甲学校有足近的嘛，我会使用行的就好啊。小鱼，啊你爱投一票给我呢？感谢，我爱投一票给你，我全全家拢投给你。你拢断能干，我知啦。谢谢，谢谢。上课啊！好同学啊，拢真认真、真拍拼，吼！哎，刚才这位唔在咧做广告，迄白眼刚我怪这位。困醒啊，袂啊！你是咧啥？你起码是咧困醒啦。我老公，不是老师啊。叫老公。叫老公。老师啊，哦，歹势啦。啊，我昨吼去餐厅做工课啊，好足忝的啊，无说是困去啦。你去餐厅做工课是负责给他吃哟？无啦，我人客食剩的我才吃啦。好啦，迄个不管啦，唔茫阁困啦，来一直读册，我要基本来讲诶。是袂阿袂过哦？你想啊？我想认真，我孙叔妹，我你安尼讲到我考虑着孙叔妹心情。我是你学生啦。哦，啊你做人好追求哦。流行啊！流行。哎呀，不好啊！你这摆是咧不啥物件看无咧？像是你开始要教学，你到底有想要毕业无？你甲讲。没有，当然无要毕业。我今年都无毕业哦，我规去嫁嫁好啊！都没错啊。哦，你够会。拜托诶。我甲你讲话，你爱了解哦，你讲会出嘴啊？我教五年的毕业生哦，你莫袂记啊，你有做到五年嘞？是，咱两个是国中的同学。你莫讲出来了，莫讲出来了，讲话艰苦啊，讲话艰苦，啊对啦，是，哎，你是怎样嘞，小茹啊？迄个定定低调人，拢希望出讨厌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出讨厌。嘿啊，
啊，不是讲，哎，伊讲，你捌听过迄个地道上喊的无？讲过上喊的。诶，路的拄着碰过，听伊唱歌，啊，因为爱听伊唱歌，所以袂来学校。好。啊，若是拄着我，搁较地道，搁较久。因为我足够唱歌的。你看，要讲平常。哥，我真严重。好，老师拍谁？老师拍谁啦？你查某呀？哎呀，今个几点嘛？你敢知？啊，你搞公公嘛？你今这个月你第几拜迟到啊？你讲。这个月哦，这个月第三拜。第三拜呢？今仔几号？哎，三号。三号你迟到，三拜就是你逐工拢迟到的意思，就对嘛。拍死啦！好好好，大家拢伫咧拍拼，大家为着要是要考大学，拢伫咧拼拼。你甲坐好，陪甲朋友安个，啊？安尼，安尼安无，安尼陪有安无？好，安尼，安尼好，安尼我坐落去。坐落去。安尼中风啊啦，安尼。你看 ，OK， 今日有水无啦？你看，我面有水无？我真假真假有水无？你看麦。哎，阿如啊，是上课是啥叫你安尼跟人讲话啊？专心。嘿嘿嘿。瘦哈。要开几号？啊，几啊？阿如，这是你，叫我发票。给。老师就差的。苦嘞，一半。因为华语半吨，我袂晓讲。我最近发现到一个咱班的无介好的代志，就是恁这高中生娘娘吼，唔通讲爱有这个学生啊，同学甲同学这个金钱的往来，有借钱的行，安尼就唔好啊。因遮遮少年都出现这代志，以后就麻烦啦。所以我咧讲的人，就是你，阿如。我问你，是安怎你会发生甲同学之间有借钱的代志？你讲。那是。耶！谢谢。老师，再见。再见。好，再见。老师，再见。耶！再见。不过这剧情是为这个校园内底发生一挂代志。欢迎这个阿如，这个学生啊，为细汉到大汉所看到、所面临一真侪委屈、甲无公平。第四，对于心内想讲，因为着这个不公不义的代志，一定要来发声，伊就开始努力打拼。一北一路毕业了后，考到咱相关的这个。台湾大学法律系毕业了，赶快为了想要服务群众，为了这个目标，认真打拼，投入选举。虽然被封做女神了吼，但是其实大家唔知讲，这一路行来，已经了非常非常的辛苦，万事起头难，尤其是一个为完全无知名度的查某囡仔。都督啊，到底选举时阵的拜票。大家好，各位大家好，拜托大家支持我，我是高嘉瑜，啊，今仔日要来参选立委吼，来遮甲大家拜托，我是北一女台大法律系毕业，做过台大学生会长吼，台北市议员吼，啊，今仔日要来参选立委，希望会使替咱来哦南港的乡亲时代打拼吼，啊，希望予咱台北市搁较好。高嘉瑜来自基层，一步一脚印打拼吼。无背景吼，毋是政治世家，嘛无财团的支持吼，靠着大家支持，才有机会来替大家服务。啊，希望大家予嘉瑜一个机会，会使替大家服务。拜托大家吼，看我一个啦吼，啊，行来行去拢无爱看我一个吼。拜托大家吼，予嘉瑜一个机会来替大家拍拼。我是高嘉瑜吼，高嘉瑜，伫遮甲大家拜托。啊，我唱歌嘛足好听的吼，啊，未来大家若有需要服务吼，我嘛会使去恁家唱歌。
歌给大家听吼，不管是婚礼吼，还是啥物场所吼，毕业吼，我拢会使唱歌，给大家欢喜吼。啊，而且大家需要服务吼，嘛拢会使来找我吼，随时拢看会到、找到吼。啊，拜托大家，给少年高嘉瑜一个服务的机会。我是高嘉瑜，高嘉瑜，即届要来参选立委，你来哦，南港接人一步一脚印的打拼。无背景，也毋是政治世家，来自基层，拜托大家，予少年一个服务的机会。老师你好，姑娘啊，你徛遮久，脚足酸吼。变呢？因为我看头啊吼，足侪人虽然来来去去，毋过拢无人要插面呢。啊，我伫边啊看甲做唔甘。谢谢老师。来来来，一包糖啊，予你。哦。少年人吼，爱有理想。好、哦。对个代志，咱就爱。坚持落去，俗语讲勤勤勤，不勤难为人上人。苦苦苦，无苦如何通筋骨？只要你当坚持落去，那边脚站久就是你的。你一届选举一定会赢。多谢老师，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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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动算，动算，动算！拍破鼓励。谢胖哥，我才见你流目屎。哎呦哎，没啦没没没，我第一届徛路口的时阵，就是有人提咖啡啊，提糖啊给我，我迄当时就流目屎啊。啊，真正真正。因为真正就是人行来行去，啊车一直过一直过，啊感觉你徛在遐拢无人甲你看，啊结果吼，因为迄天阁落雨阁足冷的，结果有一个人提一个小的咖啡来，我就足感动的。感觉讲，哎、欸，你认为讲拢无人看到你，事实上人拢有看你心肝底啊，会甲你支持，甲你鼓励安尼。主任啊，你是六块红红，即卖是。虽然议员伊做诶代志，和我做诶代志无共款，啊，毋过我咧做音乐剧诶时阵，嘛受即种感受，就是讲伫诶即种疫情诶时间内底，还有出一个剧团足危险诶。可能九月份因就要无啊，所以我有一届我就找我的大客官，啊个阮囝去甲一个剧团去支持。我感觉这种感动是藏在心内啊。我可能无法度真正甲因斗相共，啊，不过我去遐甲因鼓励，我家己去买票，这就是一种支持。是，你认为烂票？笑笑笑笑比我更加感动。不用辛苦，都辛苦。所以讲吼，对着一个认真打拼人吼，要坚持到底人，即马来有两句俗语，咱大家想看麦，到底对自己适合。第一句叫做“路头打钉心，路尾打铁腿”。这第一句哦，这两层哦。第二句叫做“有心打石，石生川；有心开山，山生园”。嗯都在赚钱的经营，第一句的请举手。路顶打定心，路尾打铁腿。无人举手，无人，这条应该真简单啦。所以大家拢想讲的是第二句，叫做有心拍石石成川，有心开山山成园。是不拢赞成这句？是。五票拢这句？对。老师正解答：有心开山山正远，有心拍石石正川。就讲你只要有决心，即件艰苦代志拢会当继续甲拼落去。啊，第一句吼较简单吼，路头打定心，啊路尾打铁腿。伊只有两种意思，一种意思是啥？想过多强。本来讲哦，即做初当，马去我来着，我来着。结果路头因为你开得阁袂歹，路头打定心轻轻啊。不过吼，迄不根本是超过你的负担，愈行愈忝，愈行愈忝，所以路尾就打。踢腿，所以讲吼，无迄种尻川卖食，迄种下药啊，唔当多强。啊，另外一种意思就是啊，头兴兴，尾灵灵，虎头鸟翅尾安尼。所以若讲要成功，一定爱坚持到底，所以一定爱像加入安尼，继续拍拼，拍拼为咱台湾创造一个美好的未来。哎，多谢。来。谢谢老师。